嘛呢班。第二個嗱，咁樣就另一單啦，就係阿葉小玲咧，就去台灣嗰度整容，係咪當地呢個整容手術好過香港咧？好似話韓國都搞唔掂喎。台灣梗係好啦，成個亞洲嘅醫療係台灣最強項啊嘛，因為佢好多美國啲人才。嗯。佢喺美國嗰啲研究院行辦翻去噶嘛，嗰啲高嘅儀器啊，高嘅科技。同埋你台灣仲有個中醫術嘅底啊嘛，今日我睇到報紙啦，佢個樣子都 OK 咗。如果佢嗰啲神經血管搏到咧就 OK 嘅，佢再上靚啲就去泰國，下一鋪整好曬再去泰國再執執佢一流啦，就唔好去韓國，因為韓國整完咧個個一樣樣嘅，屌你啦，你靚仔靚女個個一樣樣嘅，你去韓國你去泰國。泰國咧，你又可做，你話你可做誒似林青霞咁啊，似林青霞，係嘛？你話似李嘉欣，佢同佢整個似李嘉欣。泰國真係專科嚟噶嘛，整容。男人唔撚醜樣啊，都整得完都靚啊，成個似女人啊，你靚唔靚？女人整實靚。